来是5G 的，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变成4G。嗨，晚上好呀。我坐个垫子吧，感觉有点矮呀我。又觉得我奇怪了，给自己涂个嘴。晚上好呀。今天有好，淅淅打雨。他充个电，给我手机充个电。太困了，同志们，不想在以后工作。就是，哎，今天又吃了一堆菜。我们吃的自助的寿喜锅嘛，一直吃菜，吃的我想吃肉肉都，因为打太多菜了，就在那吃，猛吃菜。是啊，亏死。下次不要让他们拿，我什么都不拿了，我下次什么都不拿。谢谢丘比特。自己拿的自己吃什么这个角度看头发好短，其实也不短了，后面还是挺长的。就是弄得太扁了，应该在就是再让它多夹夹就好了。但是今天这个姐可能她也没做过这种发型，就扁搞得透。谢谢舞台上星光。喝点水。如果你想要灰紫调一点的，就用那个莱卡洗发水，紫色洗发水，然后搭配那个一个像牙膏那么挤着的那种灰色护发素，这两个合在一起是灰紫色护发素。我一到晚上的时候就容易嗓子不舒服。垃圾桶。冰墩墩，你们要看，其实我一直不知道这个冰墩墩，是因为我妹在那儿一直唱那个那首歌，怎么唱来着？噔噔噔噔噔噔噔，虽然是这个，但是他最后唱的冰墩墩，我就我心想，哦，发财了，发财了。一吨难求吗？卖给你，给我500万，卖给你。500万，这玩意你还想要啥？你只要说，你只要我有，我就给你。不能给你，这个是别人送给我的，怎么能给你呢？他要是同意了，这500万我跟他平分。给他250，给我250。谢旺旺旺。啊，这是新的特效吗？嗯，怎么说呢？我拍完了之后，别人说250万。嗯，黄渤问我，你为什么不喷新香水？我说喷的就是新香水，就是这个味道是。谢谢小猪同学。比较有替代性的吧。哇。
谢谢你，拉风铃。啊，跟之前的文马上清洁。哦，你不说我都忘了。要卖什么东西？要卖什么还是要买什么？这个叫……哎呀，我一到晚上嗓子就哑，讨厌。是有要卖的东西。今天收到了一大堆衣服，同志们，又去进货了。谢谢小黑脸的桃花风铃。有衣服穿了，同志们。我的裤裤，这是我的裤裤，还不是我的裤裤，这不是我的裤裤吧？应该不是吧？谢谢哦哈哈的桃花风铃啊，那个这个裤裤也是我的裤裤。从明天开始就穿这些了，就开始穿这些了。我的裤裤，我的运动裤，摸一下，哎，还不错，穿上去应该显瘦。谢谢麦的桃花风铃，谢谢你的礼物。还有，哦，写明天就退休的桃花风铃。我的又有新衣服可以穿了，同志们，不买衣服了，省钱，不买衣服了，我以后不买衣服了，我省钱，就穿这些了，靠你们养了。嗯，我们西游狼啊，西游狼，西游狼也有应援服了嘛？啊，给我妹妹寄回去两件给她穿。这个也蛮不错的，这个到时候穿上再拍张照片。主要是我比较喜欢裤子，你知道吧？啊，这是加厚的裤子，太好了。我厚裤子比较少，穿这个我就可以畅游世界了。不错不错，可以去上课了，穿这裤子。到时候再穿上，穿上再说吧。过几天你们能看到我穿着它们。哎呀，太多了，我就都不敢一一拆开了。人太多了。这些是这个薄的啊，这个不错，这个不错，这个不错。要不是我里面没穿衣服，我直接就换上了。就换上就给你们看看效果，就是一袋儿试下这款，一袋儿留到下一袋儿试下这个。主要我里面穿这个衬衫了，应该不喜欢吧，感觉很粘脚。这哎，这个是多大的呀？我穿上是刚刚好，不是大的，是刚刚好的尺寸。这个哎，看不清呀。一啊，这边能看到我，能看到我在小山堆里面。这是多大？啊，看不到。一，哎呀，脖子要抽筋了。16588 A 啊，哈，挡着点儿，我脱衣服了，危险。哎，一会儿你的口袋48就会被记，有人在这里脱衣服。专业了，就是嗯，我自己不怕呀，我自己看得清楚，他那那么模糊，很危险，你知道吗？越模糊的越危险，咱们是光明正大的。还有一款这个，怎么这么多啊？怎么这么多款？这是几种了？你们也想发家致富呀？这是，这是我在闲鱼上买的，
这袋子我得拆半天。这一款是帽衫吧？抱抱和登登，我们抱抱。化妆包、化妆箱啊，这个就是刷子的一个包。这个可以，这个多大的？这个是棉签儿，用来擦拭，就这种特别细。170，怪不得看着比那个适合我一点，我就适合穿170以上的。这个是，我初中就穿170，厉害吧？这种笔状的这种校服啊，校服。这个是我的校服，喜欢穿大一点的。那我在进东西，是欧哈哈的爱心气球，试试这个。里面也放了一个气垫和一个粉饼。这个包就是平时公演的时候，不是在楼下化妆，化完妆之后把这个包拿。我们抱抱和登登。就是、补妆什么就不用再下来了。主要我就是很喜欢这裤子，但是裤子没法，现在没法换。这个就是我今天在用的粉饼。我懒得。去换了，谢谢阿壮的桃花风铃和黑狼的权杖，感谢感谢，现在送你，哦，什么也送不了，我说了不算。谢谢。刚想说把这件衣服送你一件吗？一想不行，我说了不算，这跟我没关系，我只是个打工人。好，记得给我那什么，记得给我工钱。记得啊！啊，我喜欢这个颜色，同志们，我喜欢这种颜色。然后这个就是，我不喜欢那种非常黄的和非常深蓝墨绿啊，这种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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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合我。这个就是妆前，妆前是一个兰芝的。我喜欢这种白的、黑的、这个棕的。绿的、粉的都行，紫的也可以。谢谢蚊香瓜。我这次回家带的全是应援服，把我应援服分了个遍。对呀，这是应援服，我在试我自己的应援服。我穿 M 和 L， 我不穿 S， 因为我喜欢大一点的。我其实我。项链好眼熟，这种项链很多啊，你去买一个同款吧。我瞎说的，我可不会为这个项链代言，还是买我衣服买同款吧。然后这个是，就是一直在用它，最近大大从了皇冠，因为它便宜，然后又挺好用的，所以一直在用它。不过我最近购入了一个新的粉底液，马上就要情人节了，之前用的瑞洁的，我都忘了这事儿了，哼，跟我没什么关系。希望口袋四八。可以免费给我们什么奖品，不用给哎，等会儿啊，穿好，我喜欢这种，因为这种这个颜色吧，这个还没有试用，穿上比较快乐。但是呢，它上面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嘎嘣打开上面是一个，哎，但是我里面不喜欢穿东西，我穿这个衬衫窝，这是多大的呀？我喜欢穿大一号的，我喜欢穿 L 的，其实 L 的穿上最爽了，因为它可以遮屁屁。跳舞的时候就这么跳，我先这样子跳，等我热了我再脱掉它。要不然我里面换一件 T 恤再换衣服，我不，因为我不能穿短袖，太冷了，这不比北京。
北京有暖气，很热，但我们空调，我们中心的空调实在太老了。要不是我刚喝完东西，刚吃完火锅的话，我根本没法穿那么薄。我看还有什么啊？等等我啊，还有好多件呢。你们看，一大包子，这让我都，我屋子要被占满了。进货的，蛮开心的，免费获得好多衣服。哦，这款。啊，红色的，谢谢波波波的桃花风铃。今天我特地准备了我的纸和我的昨天新买的笔，今天可以开工了。难受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的快乐，谢谢水路的桃花风铃。不错不错，收收好。这个颜色其实也还不错。是，我有的都没。你看我是这样子的。对啊，什么颜色都有，粉的也有，粉的是这款，试试红的吗？红的可以呀、啊，我感觉我现在就像一个老小小小的带货，我已经，你让我是什么我就是什么，为客户，哎，你是什么客人？是不叫客人，你们叫什么？客户，小弟，好，为小弟们。为小弟们服务。对，我就是觉得我都把放过期了，我还没用它，所以我有点难受。是蛮红的哈。这盒子是不是我里面的衬衫？红色也不错，应该画个口红。等会儿画个大口红，这样子就比较不容易把粉扑弄脏了。然后这个是我的制服加身，挺好看的。我用遮瑕把它盖住了，如果不盖的话，它就谢谢归梦木兮。算了，不给你们蹭了，你们要说不好看。这个是我前两天跟你们说的。我跟你们说，我现在是把手机都架床上了。谢谢冷锅打折，感觉屋子的在这个布局不太合理，需要再改一改。我的小转椅，要不然买了都没地儿放。我坐沙发上，我们的也就是因为以前我们有沙发，有小板凳，还有地，现在地面空的地方太少。红色不错。嘟嘟嘟嘟嘟嘟，我们小狼这件没有试，一个帽衫，我不喜欢现在这个样子，得改一改。这个桌子也是，我买了它，感觉没用多久就不咋样了。先把它们放在这儿吧。哎，等我啊！拿的什么东西呢？你说的是鼻子到哦，想起来今天收到的一些大家的礼物，还有人提前把情人节的礼物送给我哦。但是我今天打开了一个小东西，好可爱。可以给小狼，你道歉有用吗？小狼服，你已经把我点醒了，你道歉有用吗？你觉得？你看啊，花花，嗯，你还说我最近变紧致了，嗯，他们说我有法令纹了，但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法令纹的名词是什么，他们告诉我鼻子和嘴巴中间多了一条线，
那没办法，年纪到这儿了。那你说我紧致了，你这样欺骗我。那确实比以前紧致了。没有吧？有。没有。真有。我马上就。他们以前对你爱的太深，这滤镜太重，现在他们爱你爱少了，滤镜都没了。所以说，怪他们，跟你没关系。我的虎帽。把我耳朵露出来。这小帽帽是给小狼的。我戴这帽子不对呀，不是这么戴的吧？难道是这？这怎么不对呀？小狼戴它，我戴它，我怎么我的毛，我这个小啊，我不是我的毛，是我的帽。因为看到这儿，我以为是我的头发呢，结果发现这个是这个帽子上的毛，还能充当发际线，这个有点厉害啊。有可能是表情，就是你太。假装这是小狼吧，姐姐姐姐，我爱你。小狼自从在家了以后，每天可幸福了，打呼噜。真的，就是我年轻的时候照片，我也有法令纹，所以我应该不是因为衰老而造成的法令纹。好怕，他回来以后变。这个小袋袋也蛮可爱的哦，很红火、哦，给你一个好运吧。啊，给你个大爱心。狼哥回来又不找我玩了，真。谢谢首页，哦，好可爱！玩具放那里，罐头放这里。嗷、哦！这是什么？内有猛虎。这是的，这是给小猫用的，不是给我。我不吃罐头。这个直播怎么回事？这么不智能！你看，我一抬头起来，它有个白色的什么玩意儿，然后消失了，头都被压扁了。瘦脸又自动开了，真的，那也挺好。反正我最近也不咋瘦。这个是白凤凰的一个。再戴次眼镜，眼镜吧？你说的是怎么字儿都不大对？我以为你要说让我再戴次眼镜，很容易引起误会，你知道吗？我以为你说我没有眼呢，嗯。背上我包。这个是。哎，我的画笔这儿。喝口水。后面没有奶瓶，是我的杯子，漂亮吧，可爱吧，一直没舍得用呢。这个套，这个小外面的这个套纸我都还在这儿呢。因为怕它脏就给它套上。其实是这样的，谢谢张张包，这粘就是这样就不脏了，就是蛮有质感。等天气暖和了再用。半透明亚克力的这种包材，然后这个颜色配。还有个蛋糕呢，还没吃呢，刚刚吃饱，一会儿等大家播完之后再吃。谢谢，他没黑白的戴安娜凝视。然后这个哦，是亮
哦，有一个眼线笔可好用了，我昨天买了之后，就是到了之后装兜里把它给忘了，可好用。然后这三个阳光色配的也都挺不错，扁扁头，然后加深色。我刚刚吃饭的时候一摸兜，哎，摸出来了，叫什么，就是忘DEGAVU， 不知道它叫啥，就是我在那个小红书上看人家推荐的，叫啥，叫色，发酵的叫，色彩的色。哎，不是有一种那种什么画眉毛吗？就是是有点审美在的，就不像眼线胶笔。对，给自己画一个，我今天的眼线，我今天想给自己画一个大眼影来着，一直在用的。哎，但是丢了那个眼影盘之后人就不会画了。就画的这种29.9的眼影盘，我用了从我来到上海一直用到了现在。其实我也有别的眼影，但是吧，我这个人就是因为我不太会画，说实话，虽然说你们每次夸我什么的，我有时候也，因为我本来有点唇炎，但是我经常，我刚开始的时候就用那个29.9的，我一直以为它是19.9两盘儿，我当时还心想哇我太厉害，19.9两盘能用到现在，后面才知道哦原来是29.9一盘。其实也有很多别的眼影什么的，但是我这个人嘛，就是因为不太会画，就是我知道画这个不会出错，以后老是用它，老是用它。什么牌子？还真不知道。是蛮厉害的哈，我自己都觉得我厉害。用眼线笔画个眉毛。我，但是吧，我现在已经发现了那个眼影很容易掉。所以现在不怎么用它了，一直用我最新用的那个3CE 的那个哑光的盘，很好用，但是它又找不到了，不知道去哪儿了，都怪放假，放假以后一收拾东西都不见。是的，我是打算再买一个，但是我有，其实也有很多别的眼影还没用呢。之前山子哥还送了一个套盒，你们记得吗？我都还没用呢。因为我现在想用哑光的眼影，但是现在我身边都是珠光的，所以就一直没有用。就是一个大地色，两个珠光色，你们看我现在的眼影，除了上眼皮有一点以外，就很淡，我就很努力了，但是我每次都画的不浓，我觉得上镜要浓一些，老是画的不够浓，我只有一次画的很浓，但是那一次是我把我所有的颜色都用上了，才显得有点浓，但是那种浓不好看。但是他们家的烘焙色是真的非常的优秀，就那个质感一看就跟别的眼影不一样，放不了。真的，因为我觉得画眼影可有意思，要不是今天太着急了。哎，我觉得以后跟那姐姐说，就要这个弯度就可以了，不要这种弯，其实它本来是这种弯的。一圈一圈圈，特别多。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毕竟我花了好几百块钱买它，它到几年过期，难道我就不用了吗？那不可能呀。也不要玉米须。哦，对，记得11:20吧，提醒我要去回我的翻牌。我最近翻牌又回到以前了，也可能是前几天不舒服就没有回。结果一没回发现，哎，又回到之前的日子了。有点影响，但是像这些眼影什么的影响不大了，本质的东西过期能过期到哪里去呢？我用 Overtick 没有。当然有99+了，两年不回就99+了。所以我就觉得那个蓝光色也不够，就是没有 Overtick，因为 Overtick的那个闪片没有一个。罗云云们，哎，别说了，他们让我当女人，跟我说上台前跟我说让我当女人，我说我头发比你，我心里想的，但没说出来，我答应了，我心里很开心的，不是，我表面上非常开心的答应，但我心里非常苦恼，我想我头发比你俩还显得短的，让我当女人，没办法了，我，他们在那儿
他们都已经上台唱着了，我心想我怎么办呀，我这个发型怎么办怎么办，然后我心想不然的话给它扎起来吧，然后我这么一扎，我心想这一点也不学生呀，然后说扎个双马尾吧，然后我就觉得自己有点傻，我心想完了完了，这完了，我上不去了，上不去了，上不去了，尴尬了。最后没办法，我赶快急中生智看到了一个很丑的蝴蝶结，给它别在这儿了，虽然镜头也不显。两个，哎呀，东西掉了，两个东西一绑，就这样，老丑了，就上去了。真丑，我现在都我上去那个可没有自信了，我心想他们两个穿这么好看，我穿成这样还得扎一个这么丑的双马尾。白整了，但是我不扎又我怕你们看不出来我是个女孩子。所以我跟佳蕊的时候，我一直有一点心想完了完了，我肯定显得老胖。果不其然被我发现了，我要是站着唱歌还好，主要是佳蕊她太高了，我不是在后面让抱着她吗，我脸我肉都挤成那样了，我在那儿还在那儿傻笑呢，她太高了，就是显得我脸这么一大个在她前边，我的脸我肉就这样，就这样挤着，就这样子，你懂吗？我就这样就在她的背后就给我挤的，因为太高够不到你知道吧，也不体谅我，也不知道蹲一下。我的化妆品，但是就是现在没在用的。这个化妆品好吃。这个就三七一的这个眼影为有爆品。不要看。不要，太肿了，你会让我没有自信的。我要是没有自信了，都怪你。你知道培养一个人的自信有多重要吗？你们就应该截一些我美的，多天天多夸我，给我增加自信。看起来就很舒坦，听懂吗？就是你看没有人会干这行，不可能会显得不会有那种觉得自己非常非常完美的时候的，除非我真的非常的到了我自己满意的地步。蛋糕还吃吗？当然吃了，为什么不吃？跟蛋糕有什么关系？你觉得时刻都是最完美的？那你现在还可以啊，很不错。那你现在还是喜欢我的，还是很喜欢我的。谢谢黑姐的皇冠。啊，不用不用，也不用特地给我发翻牌夸我，在这里那个私信夸我就行了，不用特地给我发翻牌夸我，大家就是平时夸我的什么的，你们发私信给我夸我就行了，不用特地发个翻牌啊，心灵了心灵了我一定看得到的，就是因为已经买了没有办法，我只能强逼你们又给我来什么女人说不要就是要是吧，谁会用二手化妆品，然后我就只能不要逼我念出来你的 ID 说我不要什么，这是谁，这个是不演的时候吧，而且我说啊不用不用了，真的不要了，我就这样子对，我的这个是我，那你说我给你发的上一条微博私信是什么，怎么你还想让我每一条都记住，还有点像游戏机，那你现在说说你上的最后一节课你们老师给你讲了什么题，你给我讲讲，这个都不记住就说明你这个人这是这个万花镜的卡莱多没有感恩之心，把那道题给我讲出来是什么，它就叫万花镜，这个色号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我听不懂，我听不懂，这是一回事，你记不记得这是一回事，这是两件事。那我今天 MC 上我为什么要记得，我 MC 上我肯定是谢谢大家呀，这我当然记得，你记得吗，你肯定不记得，看到了吗，这个光
是拜拜。它不是那种大闪片，它是那种。不，你们走了以后，我站在舞台上，我不太喜欢这个了，说了一句谢谢大家。但是它很容易，知道吧？你们没听到，你们不在就，你们不在。不信。玛丽黛家的金沙探宝。我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就能看出来我很喜欢金色。你们喜欢讲道理的？特别是那种黑皮，就是你们懂吗？那种黑皮。那你们就完了。现在抖音很流行。以后，你知道吧？你犯了错误，我就得给你讲道理，就讲到你，跟我道歉。你想跟我讲道理？哎，说实话，我也是一个很爱讲道理的人，真的。我真的爱讲道理。看，当然这个讲道理不是说给你讲什么大道理啊，咱们就讲一件小事的讲道理，就揪住这件小事，咱们就不放，就必须得给他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从头到尾再来几遍。谢谢，不早睡就秃头。再看看这个金色。再把以前的事儿揪出来，咱们再从以前的事情上找出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不是讲道理嘛，就总不能只有这一件事情讲道理，其他的事情也得讲讲道理。人间旧账基友立马重新启动我的大脑，把以前的事情都传进来，然后你肯定会不记得了，你只要不记得你就输了，只要你不记得细节你就完了。可能你们不打我，我妈也会打我。我记性不好，但是谁要干了什么坏事我就记得可清楚。谢谢松子。害怕不害怕、啊、现在还要不要给我讲道理？颜色都挺好看的、啊、很好看，我觉得也适合做礼物。我会忘记的，不记得是不是。那我说如果我忘记，那说明你这事儿不够严重。这个是、这个我很挺好的，那你做的很棒，叫做梁青，继续保持。他做彩妆真的绝，因为他是那种变装皇后，就他是一个男生，然后他我可没有什么外力，多严重算严重？对，我觉得这得发生了才知道。还蛮酷的。这个谢谢零八二的桃花风铃。那种玩妆的人，他的那个颜色就比较大胆一点。这个谢谢你，谢谢小初。你是说那个 Jeffrey Stone？ 说话又反问。这个倒还好了，这得看是哪种番剧。你难道不觉得你非常可爱吗？你难道不觉得你非常的漂亮吗？这种也是番剧。看这个，这些番剧也叫番剧。你难道不觉得你很漂亮吗？哎，我，你虽然说你说了这句话，你知道吧？我不会跟你生气，就算我心里有点不舒服，就假装你是在阴阳怪气，我就可能就哎，或者是给你说几句。那我该用什么语气？你难道不觉得你非常的漂亮吗？这样的，我的眼睛瞪大，一脸不可置信。好大的眼，我平时都，你知道吗？我今天本来想贴个双眼皮贴的。你现在觉得我眼睛大是因为我一般我现在很少会把眼睛瞪得很大，除了 MC 上的时候有时候会努力睁大一下眼睛，因为我想让那个光多进来一点在眼睛上。哦，睫毛没有脱掉，真的不是的，没有瞪，我现在这样才是瞪呢。你看我一瞪，我都成双眼皮了，看到没有？我隐形眼镜都这样了。啊，还挺好看的嘛，这不好看吗？这多好看，恐怖吧？他就是以前我看电脑，我就这样侧着看电脑嘛。哎呀，
然后他们就说我眼球都要出来了。你们现在觉得眼睛大是因为这样的是不是好一点？是因为我这个手机支架它美瞳没有带大，你看我美瞳跟我自己的眼球差不太多，它只不过有一圈棕。你看擦都擦不掉。大隐形的话我的眼白肯定会很少的，是因为这个角度，它现在这个角度有点歪斜，你知道吧。再加上它这个光照的隐形比较明显，所以显得有点吓人。之前眼睛更大是因为之前眼妆的问题吧，现在眼妆就画的淡，没以前浓了，眼线也画的很不明显。你看我闭上都没有眼线，除了我画睫毛的时候不小心出来了一些黑色，以前眼线可能会往上一点。远点，不就离怎么近。哎，你看这个直播吧，还很不智能，我一离近了它又消失了它的特效。这盘是就是棕色配色，刚才那盘就有点粉红。我又没有干嘛，距离产生美。那你意思就是说我离近了就不好看了？要是眼睫毛晕到眼皮上，那你拿棉签擦掉啊，擦掉就可以了。嗯，下睫毛吗？其实我今天还在想过这个问题呢。谢谢小帆船。我今天还想过我的睫毛有点那个叫什么来着，往上长，我下睫毛往上长嘛。我每次涂完上睫毛之后下睫毛全部都是睫毛膏，是因为我睫毛它有点往上长，就是那叫啊，对对对，倒睫，突然忘了这个名字。我今天还在想呢，我心想如果要弄这个是不是得搞个双眼皮儿，因为我看很多人都是搞倒睫的时候就是变成了双眼皮的，所以我有点担心，我怕我自己搞完之后就是万一跟现在长得不一样怎么办。我是双眼皮啊，但是搞倒睫它肯定会影响眼睛的吧，那我怎么听说人家长，对啊，下睫毛，下睫毛就是，我不知道，我就是往这边长的，往上长。下睫毛都没什么了，因为下睫毛它也很少会戳到眼睛，但只有上睫毛一点点。我现在都觉得无所谓，因为上睫毛它那些往下的都很短不长。哎呦，我怎么一到晚上嗓子就容易哑，好奇怪哦。包才是那种有点悲悯之眼的那种感觉。没有猫猫好不习惯，画个小狼，找找我们小狼的照片。嗯，好可爱呀，小狼啊。这我妈当时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本来想说给自己搞个刘海，因为我发现短发有个刘海会好很多。这个历史可以就这样。搞个刘海什么的，是不是也好一点？西游狼，等我，他13号就回来了，已经安排好所有一切，等待他回来喽。呼呼，我的宝贝，好可爱，姐姐给你画个画吧。这是今天我们第一画，但是这个画有点麻烦了。现在画画比之前麻烦，就是那种光泽感，波彩的光泽非常好，很难能形容出来。就它是一个香槟色，但是又不偏太白，又不是偏太红，很好。15分钟就过去了，我都没讲完我的化妆品呢。现在都是要宝贝儿放在哪发现？这个是 NARS， 那个我自己选的色号，那时候这个还跟我们的宝贝的眼睛是这样色。那时候最红的就是你们大家知道吧 ，NARS 的腮红特别红的时候，有一款叫做高潮，
我当时觉得，不怎么样，这个名字不怎么样。好哦，我知道了，我绝对同志们，我画的这种西游狼啊，都是那种版本的西游狼，非常丑版的西游狼。哇，怎么这么丑啊？没关系，你们懂吧？有一种画风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不是怪我啊。奇怪，这给我整的整，有点不会了。整不会啦，什么意思？好，也没关系啊，早一点就早一点嘛。你这是给我送行了。哦，我刚想起来一件事，突然觉得不开心。你们这样，先看完这个猫。回来工作的时候，忘了给我放鞭。先看完这个猫。再看这个猫，哎呀，就觉得它可爱很多了哈。一下就开心了，不是我爸没有，心里没我，我就开心了。可爱很多了哈。鞭炮，炮。我这个姐姐用心良苦。走，去上班，我爸都会给我放一挂鞭，而且不是有一句俗话叫。谢谢西西渐渐稀疏的刘海的爱心气球。谢谢。什么？说我好帅？真的。我是不是出坑了？出我们小狼的坑？我从来一点腮红都不涂，只唯一是它，是我觉得我可以涂的那个腮红，因为它像那种你皮肤自然透出来的那种。不许出。拿这个狼印短袖啊！哎，是、啊，谢谢你的赏识。哼，有没有谁想要我给他画一个的？哎，我知道了，找到一个新业务了，给自己。哎呀，我以前还挺熟。大家可以发给我你们家小猫小狗，我为你们倾情画，当然不是免费的啊。我已经立志，今年我已经立志当一个财迷，努力赚钱。对，角色号就是叫那个，你们如果画你哎，发你们什么东西都行。那是色号名字确实都挺。我我先把99加回了，你这个人，不要说这么残忍的话好不好？先，我不知道定多少价的，一个夜蝶是多少？小棺材，忘了。这我最喜，太久，我光记着才1500啊。铁公定。哦，那可以。皇冠嘛，皇冠也行。哦，皇冠太贵了吧？大家也没这么多钱，是不是？夜蝶画不过来，那皇冠吧。对不起了大家，我狮子，我不是狮子，我是老虎。这个是一个雕光。老虎小开口，因为今天叉叉说我的嘴小，显得很小。这是我以前就是画自画像，可以啊，但是我怕你们举报我。我怕你们说我画太丑了，然后画一个出坑一个，实际上我在你心里就长这个样，让你们出坑。哎，这买卖，哎，我知道这买卖还是鉴定大家内心够不够坚强的时候啊。是从夏月的那个，不错。夏月走的时候剩下了一堆，谢嘎嘎嘎的皇冠。啊，你的意思是画我呀？我以为你让我给你画你呢。写哦哈哈，你们有没有发呀？画我？
嘻嘻嘎嘎嘎。画我自己自画像啊，现在吗？那这有点儿，这。哎，这有点难啊。今天的反图哪一张？不行，你得那个什么，给我红罐的人，他说的我才算，你知道吧？好，你们快说，不然画我到时候画给我自己戴眼镜的。好，我来了。对，听客户的，你们不是我客户，你们现在是围观，你们知道吗？打游戏你们就是那种围观者。给你们围观，超过两分钟就不能围观了。这个是，好难，我就不会画人了，同志们。要看这几个的区别。这不要我的命吗？看，有点粉粉棕棕的感觉，上面有一点点闪片，其实这个挺好看的。我尽量画的漂亮一些，像我一下啊。这个是爱丽小屋的，你想爱丽小屋，爱这颜色。画个大眼睛怎么样？当三朵也好看的，就是那种特别嫩的粉橘色，是不是？哎呀，这个脸有点大。画小点。这个是一个眼睛，重点来了。好，等会儿啊，那个其他笔呢？这个我画的实在太丑了，都挺好看的吧。哎呀，刚刚你说要那个是不是要眼镜儿？我画太丑了，您还有什么要求吗？我觉得你的要求可以再过分一点。我怕你看了之后你会觉得后悔，为什么你这个要求。这个包装，你就是带出去化妆也很占地方，好看吗？哎呀，还挺乖的。好看吗？我画完了啊，我总有一种我是诈骗的感觉。你不然再提个什么要求吧？高光和一个阴影。我的这个要我画我自己自画像的这位。朋友，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要求？买了吧。我这个商家与良心过不去，有点心虚。就是学生党可以。你还有没有什么要求？有点刚刚说让我戴眼镜，我现在已经画完了，画得太快了。画个爱心，这个太简单了。我给你画两种爱心。你看这盘都凹了很多呢，我感觉它已经快铁皮了。真的，我已经看到，你看，它这上面已经看到底下的那个石。哎呀，这两种爱心没什么任何区别，没关系啊。底盘的那个痕迹了，你懂吗？我来了，哎。就是这个高光，就是。然后这个阴影，不好的。还行吧。暖色调。还是可以的吧。我的眼镜呢？很像的啊。这个是，我觉得很好用，就麻绳皮的一款。很像吧？粉底。哎，你知道这个是从哪里来的？其实它是我从，是吧？好了，那现在另外一个，刚刚另外一个为我的小客户，你要什么呢？你有没有发我？你发给我你的猫猫吧。美拉那时候不是大家都受伤走了吗？山哥，我头发，这被你发现了，这是我天线，你知道吧？接收信号的。这是个二，看到没有？
我就是厉害吧，就是流浪地球吗，你知道吗？我当时在那个尾巴房间睡的那个，这都被你发现了，是从别人房间里面找到的。然后拖鞋是两只，哎呀，这个小猫咪可以，我收到了，同志们，来活了，来活了。画的太丑了，也别那个什么啊！别打我！你们懂不懂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不能理解这种穷人心理，但是我觉得好快乐。这款很好用，非常好用。这猫怎么给它拍的时候是这个是天亮的时候导致它？眼睛就是那种形态，你们懂吗？这个是小猫咪一个月牙的形态，是游泉的一个，我只要不画成斗鸡眼就行。哎、好，我的不行，但是因为我后来涂了明的垫儿，不是就长头发，我就没有再用。好，但是完成一大半了，很久没涂它就掉了，本来这里长了一点，好紧张，但是现在很久没涂它就掉了。嗯，还得涂，就两个哦，神态已经有了，这笔完成了，这笔我有信心。就这，哎，你看，就这一小盒盒。它需要一个神色，我没画出来，完了，就这样，已经很不错了，我已经很觉得我很棒了。这是我囤的一包小棉签儿，这是我之前的坨坨肉。后来换了那个绿色的那个之后，就先把它放起来了，回头再用。这就我刚才跟你们说的那个 MXA 的这个腮红，这个大身子，忘记了谁给我的，这也不好用，这个送你，那什么不好用，但是我舍不得扔，你知道吗？因为它看起来很新，不过我估计它已经过期了。送你一点吧。我估计他已经过期了，就不知道是谁给我的。不错不错，还了。完了之后，嘿嘿，好棒哟！就剩我啦。这东西都攒着舍不得扔。这个我还没有用。先看看这个猫。这次没好用。是不是很不错呀？嗯。它为什么好用呢？因为它遮瑕好。它为什么遮瑕好呢？因为它这个猫真长这样。Foundation，它不是 powder。所以它就是很遮瑕，像不像？我就是那种感觉，如果我把它扔了，但我不会都想用的时候，我难道再去买吗？我会想每天用吗？我只想再用它。但是你如果再去买也不可能。但是你要是吧，我有进步，你们就是我的老师。我学画画的时候都没有这么的努力，你们知道吗？我以前老师让那个放假的时候让画几幅画，我天天画的都想哭了。客户不要投诉我哟。我给你。谢谢龟木木系的皇冠。好了，这位小客户，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的呀？来吧来吧，是那个 Overtake，好有趣啊，同志们。这盘我觉得我就是特别想干点什么，因为我昨天逛街的时候，我在问，我看到那人在卖奶茶，我就说，你说，我就问能不能干完这些偶像工作，我去给人家做奶茶，就想再干个活，你们知道。我看到了。哦，好可爱哟，好可爱哟。这个是洗发水，是从谁那里收到的东西？画这个吧。如果我这样，我先画啊。它是有两，挺不错，挺不错。如果我画的丑了，我就画另外一幅。看下次行。因为有两幅二选一，不错。这个也挺好看，粉粉嫩嫩的。奶茶西施。重手的那种，就是不会特别红。马上快讲完了。
这也是我之前买的这个本，我也是当做定妆用的，只是最近刚刚换了那个叫什么的卡口的，就先把它放一放，回头再用它。它是珍珠奶茶味道的。咦，没画一笔，你们都不知道我的内心有多害怕，老害怕，老害怕，老害怕。这是一个遮瑕，爱慕秘密的一个遮瑕，也不错，因为它比较干，就可以。你们不会懂我有多害怕的，老害怕了。你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害怕吗？因为这个笔吧，它不太好控制。感觉已经有点四不像了，没关系。你们小时候家里面贴那种毛主席的画像，如果我客户不满意，我就可以再补救一下啊。相信你们都是好人，不会举报我的。咦，已经有救了，我现在已经有三笔拯救了这幅画，好可爱哟。客户没有要求，管事。我今天还问叉叉，我说要不然我，他说他以后知道了，他要走什么风格，他走那种，就是那种打扮的，就是打扮的很帅，还是什么？还是打扮的很可爱啊，但实际上是一个帅帅的人。我说那我打扮成帅帅。实际上是很可爱的人，然后就让我想到另外一个人，菌菇。我说这不就是菌菇吗？打扮的帅帅，一说话是那样子，这不就是菌菇？已经有了菌菇了，我做不来了。天哪，同志们，我简直进步太大了。虽然我觉得这样夸自己不太好，但是我进步好大。就是它粉质、颜色、着色度，包括压盘什么的，都不会让我失望。这个人，他们家的眼影是这样子，我觉得一晚上又进步了不少。这是一个，看，写着。哎呦，真可爱呀！谁这么厉害呀？就是我。好，不要。我跟你们说，如果玩 MC 让我那个搞这些的话，我肯定又不行了。我今天玩 MC 的时候，我心想千万不要让我撤了国王，因为我怎么说呢，脑子不在线，啥也想不起来。然后让我表白，其实我脑子里有好多今天那种土味情话，因为我今天听了好多土味情话，全是那种土味情话，实在，但我实在是不想，也不是不想讲嘛，就是太土了，就土到我自己都受不了的那种土。现在就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就是我之前讲的什么什么呀，什么什么呀，什么，其实什么什么想你了呀，什么。还有我今天做了一件非常艰难的任务，艰难的任务，来问你什么任务啊？有一秒钟不那么想你，你说这土。这我说得出口吗？我真的说不出口啊，同志。也不是我。哦，快完成了，很不错哟。这个颜色画错了，不过问题不大，补救一下。哦，好棒，太棒了。这副也倒也不是个大工程，是因为我发现我有进步，所以我给它画完整。而且主要是因为这幅它确实挺大的，我这样子粗略的画一下吧啊，咱这穷人的水笔得省着点用。好，
还是觉得我非常厉害，我还是在沉浸在我自己的创作。这一套水彩笔成本多少？成本多少来着？忘了。水彩笔到成本不是很大了。不是我这个人，当时这家店刚开的时候，特地有了他的会员，可惜我没有办，现在人就很后悔。哦，给你画一个这个吧，送给你。等会儿。哦，好棒呀！是不是有进步吗？已经和刚刚的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哼哼，这是个老虎，不是个招财猫啊！少画了两笔。没有嘛，差点儿，老板。哎呀，掉了个什么？等会儿。所以我说吧，我最不会画我自己了，会不会画人了？画人对我来说真的很难。当然，我也很乐意画我自己，我只是怕我的客户不满意。我倒是没什么问题啊。多加了两笔这个，看出来是小老虎了吧？其实它是个小老虎，但是它是个小仓鼠。它有好多钱，它其实下面还有好几个元宝。他嘴上还咬着一个钱币，看到了吗？细不细？很可爱哟。原图就这样，写方哈哈的皇冠，看看啊，这是原图，我画的没有他漂亮，因为我画的比他胖。我画的像他，像个小孩子，我画的像一个大叔。是不？一些树叶不懂的草莓，很像了吧？哎，这位刚刚我的另外一位客户，哎呀，你真是一位好客户，我就喜欢你这种客户。话不多说，我来了，画的丑了，不要怪我啊。你这话其实说实话挺难的，嗯，需要我这个大师。好，加油！好，这次我挑战自己。你这个给你多上点色吧，不用客气，奖励你的。不客气，不客气。小树啊，好喜欢呀，哈哈哈哈，我就像个傻子，呵呵，真的同志们，我突然感觉我像个傻子。如果你们有这种想法，那你们不要这么想啊。哎呀，完全不像。就是人就是很久不干一件事情，突然干一干，就是人就有一种说不上来兴奋感吧。
鸭子是两只脚哈。画着画着给我画傻了。嗯，给我看看吧，给你个绿色的爱心。我看他挺，咦，哦呵呵，西瓜，西瓜鸭，西瓜鸭，谢谢黑蓝的皇冠，是吧？一模一样哈，就是比它少了一些细节。刚刚这个什么，这个，你重新截张，我更好看一点呢。你那张不够漂亮，重新截。你那张我是这样式的，重新截。我已经看到了，这是分界线啊，这样子漂亮一点。我问你好了吗？怎么不回答我？看到了，你发给我了是不是？很像暖宝的小猫是吧？还有一位明天就退休的是什么？我前面的小客户是不是？ID，我看到了。哦，谢谢，明天就退休。我看到了，他是不是你说？原来你不是，怪不得有一个给我等会儿啊，第一次别念出来，还有两个，那就是两个。等会儿啊。哦，看到了，明天就退休了。暖宝是另外一个，当然他肯定不是暖宝，但是他有个小猫咪，和暖宝很像，但是他比暖宝多了一丝有学问的味道，不知道为什么。我画出来，不是，我待会给你们看原图，你们就知道了。你接着放歌厅，接放客厅。叫糊糊，糊糊。谢谢阿彪的皇冠，暖宝，但是不是文盲，不是我们暖宝是文盲，我们暖宝只是看起来比较心思不在学习上。完了，我怎么突然我发现了，同志们，我画猫是一个死穴。别怕，大家以后不要发自己的小猫咪啊，我怕你家猫看了会自闭，就像我家小龙一样。给我自己画笑了，我真不是故意的，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一画小猫咪就会这样子。真不是故意的，
我看看怎么给它美化一下。怎么美化一下？给它画朵小花在脑袋上吧，看起来还稍微可爱一点吧，或许。哦，写上它的名字，糊糊。我们糊糊，不要因为我画的这样子就生气啊。我愿意道歉。我给他翻转一下啊。谢谢 CLOUD 的皇冠，大家截止到十分就不要给我送了啊，因为老板要下班了。给您看看我们糊糊，谢谢垫着脚的原生的皇冠。我们糊糊很可爱的，嗯，好了，我知道了，我画的是丑画版。其实，其实他头上的这几道还是很像的，对吧？我画的比暖宝还有大叔。哦，谢谢苗苗的皇冠，大家不要送了啊，来不及了。我哦，看到了一个，等一下啊，同志们，我刚刚还差点就说，嗯。老板打烊了，放首歌听。超了一点点时间也没有关系。哎呦，哎呦，手机呢？哦，手机在这里。我看着这个手机上，我就在我找我的手机。哎，这个，放首音乐听一下。嗯嗯嗯嗯，好，听着歌，画起来比较快。想要这个动作的暖宝，嗯，好可爱啊。好，我们先画那个位的啊，找到了。明天就退休这位小顾客，他又出了一道难题给我。这道难题没关系，我一点都不怕，就是怕。好，我来了，无所畏惧。嗯嗯嗯嗯。哎呀，一唱歌突然想起来还有歌没唱呢。人到底该怎么画？真不会画人，人太难画了。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难画的人？就是人，人是真难画。我当时就是为什么学服装设计，就是我不会画人，你知道吗？不会，本来衣服就是给人做的，我还不会画人，就偏偏就是不会画人。你说要是给动物做的什么的？我还能画一画，当时画的画图画巨慢，我每次考试分低的原因一定是因为画太慢了。老师刚开始的时候还一直夸我说我颜色非常好，这个那个好，这个那个好，后面不夸我了，因为画太慢了。嗯，
猫画的也不太行，我其实也不是猫画不太行，我就是画画不太行。但是我是那种你让我天天画的话，画画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的，你要一直练的，你有一段时间不练了你就不会画了，真的就忘完了，也不是我想忘的，但我真的就是我的笔拿起来，他也因为画画感觉也是要学很久，天天画天天画天天画，我发现我也不是不爱画，但是我不喜欢就把它当成必须完成的作业，很多人都是这样吧。哎，我画的这个是真没法看。这样吧，这位不退休同志，你可以再给我发个什么，如果你实在对这幅画看不下去的，我没关系的。开始给自己唱歌了，让自己放松一点。实在不行，这样吧，我一会儿给你表演个变小仓鼠，怎么样？我小时候可喜欢看别人变小仓鼠，但就是有点丑，算了。我怕你看完我画的图，再看我变完小仓鼠之后，更不行了。可惜你们看不到我画画的过程，很可惜。下次，哎，但是不行，不能给你们看着，我会紧张的。我画完了，虽然有点不可思议，但是我真画完了。我又给我自己看笑了。再多画几遍，你等会儿啊，等会儿，再添个什么？自信起来，好，怎样我自信呢？有人能猜出来吗？哎呀，不好意思，少画一段。少画个东西。不是你的错。哎，其实真不是你的错。如果你让我非常努力画的话，我也是能够画出来个七七八八的，但不能用这种水彩笔画，因为它很，我控制不住。这首你们都想不起来，有人猜出来了，就是我本人。这个你千万不要，还是有一些想的。放远点还是可以的。画的我想去捡垃圾了，不可能吧。好了，赶快画下后面的了啊，同志啊，变仓鼠，好像美呀，
我先自己看看我变仓鼠啥样子，我都忘了。我来了。好，赶快。好，这个我信心可以画好。而且一定会很快。我有信心。好，再画一个，画两个。嗯，怎么手大，一个大，一个小？没关系，不是问题。对啊，我在写作业，是不是很乖？你要不要看看我的作业？可不能随便看。好了，哦吼，嘟嘟。喜不喜还行，当然这种最简单了哈。好，我的客户说非常满意。还有一个，谢谢苗苗的爱心气球。是的，是的，是应该还不止一个吧。忘记了耶。等一下哦，一会儿我看看啊。这个画的不怎么样呀。画的它像个猪猪。没关系。看看。
这个不知道该怎么说呢，这个让我有点苦恼了。老板即将歇业了，感谢大家今天的观看。这个不太好涂呢，选个颜色涂涂，不能涂哎，涂了之后它会变丑的。给它上个小粉耳朵吧。啾啾，他是，你们猜是谁？是暖宝，他说把他的换成暖宝，就换成暖宝在睡觉觉。怎么像老鼠？因为他的尾巴吧，尾巴画的像老鼠，再加上他的胡子也是那种，所以你觉得像小老鼠。但小猫咪其实跟小老鼠也很像的，因为小猫咪的脸这样子，你这样一弄就像小老鼠。快去翻牌了，你说的对。还有一个小，还有一个，应该还有一个吧。对对对对，还有两个。对对对，还有两个，还有一个小金刚。一会儿啊，等我翻完牌再回来啊。很快的，贝贝。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我把刚刚那两位小客户的小画画一下。其实我刚刚画完了其中一位的，但是吧，快吧，实时吧，我已经画了其中一幅了，你们知道吗？但我就画的不太好，所以我再试一次，如果画的依旧不好的话，那就没办法。这说明我真的就这水平，不怪我自己，怪我的手。谢谢面包渣渣。对呀，工作不完成怎么能气一下班呢，是吧？我可不是这种我要把工作留到第二天的人。是吧，其实我是害怕我这记性，我要是留了到时候忘了，这岂不很尴尬。不累呀。不累不累，怎么这个怎么会累呢？我很开心的。有一种觉得自己怎么说呢，造福百姓，我可没有这个这个想法。怎么听到少火少的歌？他自己播的吧，该是。谢谢188 AAA。倒也不是在创作，我是在用心努力的，就是到我自己的时候可能有一点。问一嘴应援群号。北宋，哼，小看我，我以前就会了，好吧。我真的以前我就会了，以前我就背过，
我记得可清楚了，你们知道为什么我记这么清楚吗？那是因为它是倍数，三和九，二跟四是倍数，你知道吧？所以这样记得比较清楚。啊，为什么打问号？啊，等我换完。我背，你让我背我就背。我知道的，你们这样考我就对我的不信任，我已经伤心了。这两个狗画的完全不一样，又很像，又有点不像。一个是，一个还是，这是我第一次画的，还觉得还行。第二次画了，就因为你们给我画的，都给他画胖了。不戴眼镜儿，他不戴眼镜儿。好吧，不怪你们，怪我自己不够坚定。是个很可爱的小狗狗，就很乖，是不是很乖？眼睛亮亮，很大一个。胖胖的比较像，真的吗？还有一位，我来喽，黄灿灿的。是谁？报上名来。本小老师正在啊，还在电视画，等还有一幅画画完就好了。小凡，他在直播啊！你这个是什么？零食啊！吃的，这么好送来了，我这有蛋糕一起吃。哎，我的那个符去放被你放仓库去了。符什么？就是我们去龙华寺打疫苗的时候，那个一起吃的。我的被我贴满了，你别哭了，那是因为放在我们这儿很危险，你们知道，你知道吧？为什么？很容易被清除掉。猫咪吧。不是呀、啊，就很容易被清除掉，危险，是吗？哎，我这刚好有一副对联，可以给你看看，给我看看，要补偿我，补偿你再补，我给你看看，可爱了，补偿我一对联，给你看，哦，直播，看，我要戴上这个帽子画，好可爱的帽子，哇。这不是对联，这怎么放这首歌了？你看，看小包那个好漂亮，老刘呢？这是我们网易云自己喜欢的歌单。老刘呢？老刘，你猜？我真会猜，我神算，我掐指一算，他应该在呼吸。呼吸？那你真的厉害啊！他就是在呼吸。你这声音可以，听话。最后一位，我们小客户啦，咱们好，换首歌啊！也不是我不想听他，就是我在听。换个氛围，这种笔很容易画出来，但是不是他的问题啊，是我技术问题，不能随意怪任何东西。
不然的话就会有高手出现打败我，然后说就是我的问题，我得自己先承认。对吧，我也觉得我怎么画的都这么的奇怪，少了点什么呢？哦，我明白了，我之前给猫猫画胡子的时候太写实了，都画出去了，因为它的胡子太长了，所以导致它们看起来会像小老鼠。这个脸画的不够肥呀，不加一点。还有小老板的工作还没结束，马上工作了，不，马上结束了。早期客户开始痛哭，别哭呀，你下次你过分一点，我不会骂你。听起来怪怪的，哪里怪了？我的眼泪都要哭干了。所有的毛毛嘴角都是向下的，但我不能给他们画下，但是我已经来不及了。这是我画到今天才悟出来这个道理，嘴角不能太向下。虽然他们猫咪的嘴角真的都向下，但我不能给画的下，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谢谢这最后一位客户，让我明白了这个非常难懂的道理。好，感谢今天我的所有的小客户们，是你们让我懂了这个道理。以后我嘴角都给画向上的啊。忽然我好冷。说个什么呢？这个嘴角怎么样？可以向下，要不要向上一点呀？来不及了，他看着不是很开心。算了，他可能是傲娇吧。哎呀，镜面我就不会搞了，镜面要怎么搞？哎，嗯，好了。舅舅，他们家的小猫咪叫金刚。不客气。
这张照片拍得很好看，我学习一下，下次给小狼也拍一个。这样一想，我感觉我都没有给小龙拍过什么好看的照片，对不起他。哭了，今晚喝酒去，别哭，实在不行，你现在，你现在来一个，我也不会反对你的。真的呀，是不是我刚画的丑了？那当然了，还是做生意不能人家只来一回，就不能像我今天买那个什么似的。谢小猪。先买那个蜜饯的东西，人家我说要一点儿，人家每一样都给我装特别多，我说去点儿吧，结果他只去掉了一点，我说能再去点吗？然后他再去了好几回。这个如果你想想，你就说要一点儿，他给你装了好多，都装了好多，那我这次我买了花了很多钱，以后再也不会买了，就觉得太贵了。如果我又吃到了，又觉得好吃，又不那么贵，我还一次吃完了，我以后就还会再买的。一次让我吃不完，谢谢你的桃花凤梨。好，吃不完又贵，没事儿，你说吧，这个也可以，你说吧。今天最后一位，下次再来啊！早期客户退出，怎么你也伤心了？我早期客户，东西嘛，旧版新版，你知道吧？一直在更新换代。你看苹果一代又换一代，你不还是会换新的？你这样你就会因为旧的不好，你就不买新的啦。哎呀，也换一首啊！我奔跑不了。也换一首，听这首。暖岁郎一家三口的合照。哎呦，你这才叫狮子小开口呢！为了下次巩固一下我的客户们，哎，今天不骂你。我看看啊，这有点难呢。你这样，你给我找个图，我找图麻烦，知道不？你可以把他们三个找一个姿势，哎，姿势怎么说来着？是叫姿势吗？姿势是吧？姿势随便，那我就太随便了。我本来就挺随便的，现在更随便了。快，你找吧啊！他说的姿势随便，新年微博那种，新年微博那种，我看看啊，
非得这哇，这个山。哎，等会儿，你不是我的小客户啊？你怎么替他说话了？他把自己说话了呀。可以，那猫味儿。还怪会，你适合当小老板，你这个人非常适合当小老板啊。看了新年的，哦，看到了，这个实在是你是潜在客户啊，行，我的正经，我正经客户，正经小客户去哪里了？好，哦，可爱，有点可爱啊，怎么这么可爱？被萌到了。一会儿给你们看原图，我画就不是那样了。我就有一位小客户啊。我以为说谁呢，怎么会没想到。我以为你比前几次画画进阶这么多，因为我是小天才。好吧，骗你的，这我是随机性那种人，你知道吧，跟我化妆一样，有时候画好看，有时候画难看。就是开盲盒，毕竟盲盒有的时候你就能买好，你有时候买不好，没办法啊。我这位客户啊，一会儿哭的小声点，就是说合照还挺难的，你现在这是第一次整这个啊，就是哭的小声点，我救不了，我的心很诚恳。手里，怎么还吃上饭了？真是不冒烟啊！你经常自来熟的吗？怎么自来熟？挺好的。等他们其他小猫回来了，也记得自来熟一点。那不行，他杀别人。还是有一些那个的神似的。好了，我来了，我的这位位小客户。好了，给他们都画一个。
腮红，发现我画什么都得来个腮红，弥足弥补一下我画的不足。为你画上他们的心心。给你写。好。是不是还挺像的？是不是很像？猜出来了吧？谁是谁？都看出来了吗？手呢？这是小穗，小穗他的脸经常这样尖，你懂吗？这个是西欧狼啊，西欧狼，西欧狼，这暖宝。这不三人合照没？很不错吧啊！他们三个肯定喜欢，谁敢不喜欢？看了都感动哭了。什么时候有这待遇？我这画的已经算不错的了。初心，过来，初心，过来，过来，初心。都不来了，不来了，我这，我们要走了啊！我们，哦，我，还有，他们三个，哦，对对对对对，原图，我们的原图，这样一看我画的很不错，哎，看。我画的是不是算不错的？他们在睡觉，然后画他们三个，画那个小狼他们三个，所以把脸给他们换了。嗯，咋地？你还在我的包间里叫嚣？不是你选图问题，意思就是我画的问题了。谢谢你这位客户。我现在已经记住你了，下次你再来我就找人把你轰出去。我这位小老板生意不错了。你可以侮辱我的人，不能侮辱我的话，你知道吗？好了，我要走了，同志们，我溜了，我可跟麦咪见的不是一家。晚安。我去找你嘞。初心。写黑狼的爱心气球，给自己省着点吧。休息了啊。晚安，拜拜。嗯，他来。小猫咪招来了，那初心也来说个拜拜吧。拜拜。你怎么回事？他就是那种边打呼呼。拜拜。